娱乐圈的水可谓是非常的深，能够在娱乐圈中保持一段美好的婚姻更是十分的艰难。今天我们就说一下这一对，他们就是李晨与范冰冰。李晨与范冰冰可以说是娱乐圈备受关注的一对，因为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范冰冰出道要比李晨早，并且李晨的名气可以说远远不及范冰冰。在很多人眼里，这一对并不是非常的般配。一直以来李晨在节目中的表现总是任劳任怨的，并且与范冰冰在一起的场景中总是看起来十分的暖，可以说范冰冰真的是身价过亿了。然而李晨却是远远不及。但是当李晨的真实背景被曝光，可以说范冰冰竟成了灰姑娘。其实李晨在娱乐圈的人脉非常的广，不仅如此，李晨居然还是军二代出身，父母都是曾经的军人，可以说李晨真的是不差钱。他不仅是一名明星，更是一位赛车手，以至于在迪拜还有自己的物业。据悉李晨不到半年就换一辆好车，可以说是一般家庭不可以比拟的。如此看来的话，是不是李晨与范冰冰就很般配了？不禁令无数的网友感叹，怪不得范冰冰要嫁给李晨呢。可以说李晨与范冰冰真的很般配，你们觉得呢？